我是宋老师，我是一个 licensed GST agent。MIA member, CTA member, 也是一个 ACCA member。 那当然今天我来到吉岛，看到很多很新的东西，确实是我第一次来到吉岛。 Actually 都很广一下， Actually 最 basic 的我们都会了解到了，而且他也是有深入的去跟我们解释，有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尤其是在那个tax exemption 那边呢，可以帮助说我们怎样去控制那个员工的好处和坏处啊，比如讲说他的薪水怎样算啊，不会给多也不会给少那种咯。满意啊，因为他都解释得很清楚，就是很容易明白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可以去了解说员工跟雇主之间，我们需要做什么 preparation 这样。就学到那些EIS 啊，还有关系到一些 payroll 里面的一些可以 exempt 的啊，还有那些他的那些 allowance 的东西。哦，很好啊，如果一直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啊，应该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哇，得那个知识很多一些。其实是很不错的，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咯。就说不懂的人呢，其实可以来借这个机会啦，来听一听，来了解啊，很好。希望你做更多，我也会常常会来参加，希望还会再有哦，因为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就是越学越多东西。发现到有很多东西其实他们很多都不知道，我很希望我们今天的课可以帮助到他们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讲的课程其实跟收费都有一点点关系，因为 SQL Payroll 可以帮到你减轻这种 operation 上面的压力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哦。